当三只羊主播碰到这样一位拆台的老板，恐怕也很无奈吧。然后一个易牙军班，一个乐曲户，一个清火一曲的，这个自己去买是18块钱，十几年没见过价。我扯鸡！18一只，你的18，我现在收不是18块1只，怎么办？把我手机拿来。是怎么办？我现在收也不是18块1只，怎么办？是怎么办？我收如果是18，我当场在跳地球人跳舞，我倒立。 没有18啊，来看，都100克，这个机子，按这么算来，这也就是12块钱。这个单是单买真苦吧，十几年没降过价。单买你18，你跟我扯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能到你吧，叫板。是你到底，我没答应你刚才。在咱们商家网络直播间39.9和39.9，一共是还不错啊。嗯。 还行是吗？继上次小杨哥和美女品牌方跳舞，被小杨嫂抓包后，就再也没敢了。但是今天世界杯梅西输球了，粉丝要求怎么都要跳一个。梅西让我很伤心，也让我很伤心，兄弟。小杨哥也是太宠粉了，伤心的又跳了一次。Later. Podcast Africa. 希望大家要正能量，这次小杨哥真的是为了粉丝才跳舞的，和他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艾特小杨嫂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带货。 GM 面膜应该史上最豪横品牌方一上来就已出惊人，小杨哥2.8亿盒可以让地球仪亮起来。哎呦，尽管品牌方自信满满，但小杨哥为了保证产品的可靠性，随即让品牌方给大杨哥贴面膜。徐乐的关键时刻是不能生气，我媳妇跟我说的，我在这看到个视频，一个孕妇生气早产了，我这么无奈，你付你快点给，你付不行吗？我就要你付，凭什么给我呢？我吃一次包回家被打一顿，你吃一包回家就好，媳妇给你熬个汤喝。我洗碗熬汤了，不让我坐沙发熬夜。看来谁都撼动不了大杨哥对妻子的挚爱，随即小杨哥就将 目光投向品牌方，你一盒多少钱？八十九元一盒。蒋哥哥，一盒不了酸的，两盒不了酸的，除了稀的，这是100一盒的。再来个不了稀的。然后小杨哥再给你们来2片这个试用装，日常多少钱呢？这算一下。反正是稀。小杨哥直播间做客了，刚开始就被网友戏称细狗，这可把嘴哥气的当场正义自己。这个衣服能不能显示细狗？ 啊！我不是狗，我猛！啊！这一点也不细呀！哎呀，我为证明自己很猛，嘴哥要跟小杨哥掰手腕，称两人一起上都不怕，非常自信。搬走啊！你们瞧瞧我这，哎，就把你搬赢了，你就踢。哎，对，谁赔你2几上？好嘞，无所谓。站！开始了没有？开始了呀！你开始了。用力！猛猛猛！幺八二了！还有谁？ 一二三，你猛，哥们，还有谁？组长这么大没见过这嚣张的人，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看着如此嚣张的嘴哥，小杨哥这可不能忍，直接请来重量级选手，要挫挫嘴哥的锐气。那个，不在一个级别，不能比。那不行，你说的，你刚才说还有谁？哥哥来，多少？你说来，换位置，我860。 二百六十一，我160都不到，我的妈！你，啊，开了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坐位不行，甚至不火。这怕不是小杨哥直播间最矫情的品牌方，一上场就满脸嫌弃，小杨哥对这样的品牌方也是丝毫不惯着。老板，介绍你的品牌来。我们是玉泽的面霜，主打的是能够。哎，不能讲，胡讲。 随后打下来的价格也是让网友们纷纷坐不住了。响哥今天的2瓶，再给你们来一个真皮乳，真皮乳这不小的啊！来，再来一瓶真皮乳，再来一个保湿水。响哥再给你来一个这个小样，再给大家来一个玉泽的冻干面膜5片，这个比较贵的啊。你可以去玉泽的旗舰店上对比一下。响哥今天的这个机制这么多，198上车，198到手，玉泽保湿霜组合15件，旗舰店发货。小杨哥这个价格也太香了吧，家人们。 赶紧安排吧，兄弟们，他这个像个机器人，我觉得跳舞肯定好看。你要是做的好了吗？
What the fuck？ 玩过之后就到了折磨品牌方的环节。欧斯曼的黄金蜂王浆面膜，这是什么呢？珍珠胶原紧肤。五爷，这里面金色的。金色的，就像面罩罩在脸上一样，然后把精华牢牢锁在皮肤上。这一盒多少钱？238。说实话，239。我让你说实话，结果还多一个人。一盒这个，再加一盒这个，再加欧斯曼的对吗？年轻态，再来个保湿大，再来个玻尿酸，14盒，70片，139，上架。小学比别人叫烤鸭，长大了比别人叫卤蛋，还比别人叫乌龟壳，能不能放过我们的肤色？我把女儿都出来了，女儿的肤色一定想把我完了。我第一胎就是女儿，小棉袄。上完班一回家，爸爸回来了。你呢？哎，爸爸有没有买玩具啊？还没有买玩具，你给我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女儿？因为我喜欢女儿，我也喜欢。是我两个儿子，我这辈子废了。我跟你换一下，我给你个儿子，你认女儿。我送你三个字，想得美。你这谁的是儿子女儿？双胞胎儿子。兄弟们，我妈生了两个儿子，我弟两个儿子，我一定要有个女儿啊。但是你那就不是女儿。女儿儿子，女儿儿子，女儿儿子，自己两个儿子想个女儿要不了，这说我头上儿子。大洋哥有多疼老婆，在面对女品牌方时就有多抗拒。我选一个嘛。对，你可以选大洋，你可以选我。你选了吗？选大洋哥。得知选到自己时，大洋哥满脸抗拒，一点都不高兴。然后轻薄一点，这样拍，然后往里，然后往里拍，拍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刚呀，这，人家你这美的是，那媳妇要生了，你这切。得知原来是因为大洋扫时，也就不再继续下去。但是场面变得异常尴尬，幸亏有微胖小伙及时解围。你用的这个，哎，这个用了十年，来你过来，我的妈！来我们运营，不是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用了十年，我高中就，你妈给你买的还是？是我爸给。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，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，这么多，198，上车。小杨哥直播间198元，到手两瓶保湿霜，两瓶身体乳，两瓶保湿水，一盒面膜，四瓶保养，价格实惠，不容错过。小杨哥带货水饺时，品牌方称想亲自为自己吃饺子，这一下可让小杨哥太兴奋了。但是你说为我吃一个，哦，没的问题，我头一次听过品牌方有这个要求。我很崇拜你。啊、得喂我啊，你就喂他吧，喂他，喂我，没事。人家都喜欢。啊，不用看，谢谢。我怕你打了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荠菜，没事吧？哦哟，我的妈！真是圆满！哦！被投喂的大洋哥竟然在小洋哥面前秀了起来，这可太让小洋哥抓狂了。你想让他喂你还是我喂你？我觉得还是你吧，因为刚刚是我喂的你。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！